小姑娘，哎，老奶奶干嘛呀？一个人在家呀。啊，我对呀、啊，向你打听个事啊。打听什么事啊？那个旺旺村怎么走啊？旺旺村呐、啊，哎，这里直走就到啦，直走以后，啊，还直走，哎呀，轻轻松松200万到手啦，找你。哎呀，小林，哎，你谁呀、啊？哎，你又是谁啊？怎么她晕倒了？哎呀，她是我女儿。哎呀，我女儿今天早上打电话给我，说她身体不舒服，叫我过来送她去医院。哎呀，真的是你是她老妈？千真万假，你看看我们两个长得那么像。哎，说来也是，大家有这么胖。哈哈哈，对对对对，那我不跟你说那么多，我女儿不舒服，我要送她去医院了哈。哎，那你赶紧送去吧。哎哎，好。这小刘怎么一下子晕倒了？哎呀，不管了，我也去外地了。哎，二弟呀、啊，啊，干嘛？你老婆不是晕倒了，你还在这里干嘛？晕倒了？哪里晕倒了？我老婆好好的，怎么会晕倒？哎呀，你丈母娘已经送去医院了。丈母娘？是啊。你确定？哎呀，刚才一个老奶奶呀，满头白发的，她说是她老妈，是你老婆老妈，她说送去医院了。我老婆没有丈母娘了。不会呀、啊，刚才两个身材一样的。哎呀，那完了完了，肯定是遇到坏人了。那个人长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就是满头白发老奶奶。我先打电话给保安。他说是你丈母娘啊。喂，保安，我那个老婆啊，被坏人抓走了，是一个女的老奶奶抓走的，满头白发，还自称是我的丈母娘，你帮我。拦截住他，任何可疑人物都不要放货出去。啊，行，我们马上去追。哎呀，我也去看一下。奶奶，撑住啊！奶奶，我们快到医院了。站住！有没把我放在眼里？你当我透明的、啊？有啊，保安姐姐，我这不是石化火急吗？你看看我奶奶啊，现在都昏迷了，都需要人扶着她才能站得起来呢。你奶奶？对啊。你们是哪里的？我在这里当保安30多年了，都没见过你们呢。我是隔壁那个桃花村过来的，然后啊，想从你们村抄近路去医院，然后你们村不是出了村口就到医院了吗？我们那个桃花村呐、啊，去医院的话要花3路18万才能到呢。不是一样吗？哎呀，怎能一样？哎，保安姐姐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现在见人就人，见人就拦？你们村发生了什么大事情啊？哎呀，还真的是有大事情发生了。你看，光天化日之间有那个人贩子进村，抓了我们村那个小刘。什么年代了，竟然还有坏人进村作案？有没有说什么人干的？哦，说是一个老奶奶。哎呦，现在的老人怎么都变坏了呢？对呀，没想到这些老人呐、啊，哎呀，不知道怎么想了啊！那是他的年轻人也是，还放他出来作案呢、啊，想不通，想不通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那你们村的人就没有人去寻找吗？有啦，所以我呢就在这里，这个是我们村唯一的出口，所以我要拦住，层层把关。所以啊，你们得配合我检查，配合配合。你看看，我现在就配合你们检查，看是我们两个一眼就看穿了。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检查，是不是？你看清楚，这是我奶奶。哎呦，不用撩，再撩我奶奶就挂了。这么容易挂？对呀、啊。哎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又咳嗽了。等一下要咳出血来就完蛋了。不行不行啊，我就给个建议你嘛，说不定那些坏人啊，从后山或者是小河边逃跑了呢。哎呀，他怎么可能傻到大摇大摆的从你们村口那里走出去呢？是不是？说的也是不，不过他刚走不久的，他扶了一个那么大块的我们村的小刘，你不可能走得那么快啊！哎呦，说不定啊，他有同伙接应啊，是不是？现在的坏人啊，手段啊，层出不穷啊！哎呀，是不是？说的是，可是呢，你还是不难过，你毕竟是你们是陌生人，陌生人都有嫌疑。我可怜我命苦的奶奶啊，从小到大我就跟你相依为命，现在啊你老了，你生病了，我都不能照顾你，不能尽孝。你看看现在生病了，这个保安还不让你过，这不是存心要了你的老命吗？我可怜的奶奶啊。哎呀，你哭哭丧啊，
奴，你这个保安啊，规定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你都不懂得灵活半边变通的。行，既然呐、啊，你不给我过，那我把我老奶奶让给你了，我也不管了。要给我干嘛？我不要啊！我家都有两个老人了，你再给我、啊，那你还不让我过去呀、啊？你看看我奶奶，哎呀，哦，撑住啊，奶奶！啊，行行，我怕你们了。等一下，我得拍一个照。哎呀，你转过来了！哎呀，哎呦，说归说，你不要发到网上去哦，因为我害羞，毕竟我长得那么漂亮，我怕好多人来骚扰我。啊，放心放心，这是你们的隐私。哎，知道了，那我们先送我奶奶过去了啊，多谢保安啦、啊。哎呀，你走吧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嗯、哦。哎呀，你们来了。有看到我老婆？没有啊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没有。嗯，不可能啊，这个时间段应该从这里出来啊。对啊，有没有陌生人经过啊？陌生人啊，还真的有两个不？那陌生人你怎么让他走了？哎呀，人家是一个老奶奶生病了，跟她的孙女，我不能拦着吧？等一下她老奶奶有点什么，我可不得不起哦。你有没有盘问清楚他们干什么了？干嘛从我们村经过啊？都说她奶奶生病了，她说是头发村的，从我们村去医院近一点。哎呀，桃花村去医院比较近，哪里是我们村啊？都不用经过我们村。这样子啊，哎呀，那你说是老奶奶干的，人家可是一个年轻的少妇哦。有没有什么东西？我拍了照啊，还好啊，我留了一手，我觉得应该也不是啊。你不要放过任何可疑人物，你怎么老奶奶放过去了？那个不是老人吗？哎、就是那个老人了、啊，老人生病了，昏迷了。哎，这个怎么像你老婆啊？你看一下。哎呀，虽然是戴着头发，但是那个身形啊，这么胖也是这么矮呀、啊。这套衣服是不是刚刚你发现的那个女的穿的、啊？哎，女的是啊，有点像哦。哎呀，肯定是他们店换衣服了。哎呀，乔装打扮了，完了。不会吧？哎呀，你这个保安人真的是没用啊、哎呀！我都说了，陌生人不能经过，不能放出去，你怎么还放走了？哎呀，他说的那么严重，如果我不让他过，他就把他的奶奶放这里了。他说，如果他奶奶有的什么，让我负责哦。你不会上去检查一下吗？明显就是戴了假发的。哎呀，你啊，真的是没用啊！你这个保安，村长怎么请你回来了？真的是。哎呦，可不能赖我啊！我上有老，下有小，你们可不能把我轰出去哦！哎、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上有老，下有小，我不是吗？我老婆丢失了，你让我怎么活啊？你还我老婆，还我老婆啊！真的是，我不管，我先去报警，你一定要负责到底。我不要啊！这保安一点用没有啊！叫村长不要教女保安，偏要教女保安，你看他、啊、现在出事出问题了。哎呀，谁都怪那些人贩子太狡猾了，不能怪我。你一点业务都没有，心想你看，一点警惕性都没有，还怪人家你？哎呀，不行啊！我先去追，等回来再处理你。哎呀，不能处理我，把你那工资全部扣掉、哎、你说。我也去追，我一定要把那个人贩子绳之以法、哎。我先去追，报警。我要将功补过。哎呀，这个人贩子真的害死我了！别跑！哟，小姑娘。哎呀，老奶奶，你吓我一跳。哎呀，一个人在家？不是，两个。哦，这个是你的孩子吧？对呀。长得这么可爱，我想跟你问个事啊。问什么？哎呀，干嘛呀？我的女儿呀、啊，给我买了一台这个手机，我怎么我都不会用，你能不能教教我怎么用啊？这智能机啊，我你女儿这么先进给你买的智能机给你啊？昨天啊，老是有这个人打电话给我，可能是我的女儿，但是我又不会怎么接。这样一滑上来就接了，按着绿色那个一滑上来、哦、按着绿色一滑上来就可以听了。对呀、啊、哎呀、啊、这我懂了，谢谢小姑娘啊。还有什么吗？啊，没有了，我就是不会怎么用，那多谢你了哈、啊、那我先给她回个电话啊。啊，好的啊，要不要我帮你打呀？啊，不用了啊，慢走啊。哎，这个老太婆啊，有了智能手机都不会用，也不叫你女儿教一下你，真的是！啊！我问死他，你去啊！啊！怎么办？哎、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我问你叫什么？我怎么不见了？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还不见了？哎呀，我刚才
有一个老奶奶这里来问一下那个手机不会用，我就叫了她一下，然后她走了，一转过来就儿子就不见了。哎，不要打我！你爱情到哪了啊？不要打我，怎么办？孩子不好好看，帮别人干嘛啊？真的是，燕子在这带孩子，孩子都不见了，要你有什么用啊？真的是，那我一点用都没有。哎呀，现在不是责怪我的时候，想办法找儿子啊，怎么办？走了多久了？刚走两三分钟。真的是没用的东西，来吃我家大米了。喂，保安啊，我孩子啊不见了，你在村口拦截住啊，任何可疑人物都不要放过，特别是有一个老奶奶的那种。嗯，好好好，行，我们也马上去追，给你注意啊。哦，晚上约奶茶是吗？哎呀，你谁呀？这个人敢得去投胎吗？真的是抱着个小孩还跑那么快，慌慌张张的，撞到我也不道歉。我的手机呀、啊，我的，哎呀，我的新手机呀、啊，把我摔得稀巴烂。你不要让我看到啊，看到我非找你深找不可。哎呀，麻烦了，刚刚说到哪里了？说要去喝奶茶的，去哪个奶茶店嘛？哎呀，叫我亲爱的重新给我买个一个，真的是岂有此理，倒霉死了。哎呀，我老婆这么久还没来，会不会被抓了？哎呀，来了来了来了，那个无厘尾巴有没有处理干净？我问你。哎呀，刚碰到一个人呐、啊！哎呀，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真的是一点小事情都办不好。不过我跑得很快，他应该没看到我的脸的。可是也让人家发现你了。发现怎么办呢？哎呀，等一下，这样吧。有了有了，我先把这个身打扮去掉。哎呀，到时候啊。对对，我先抱孩子出去，因为你撞到人了，到时候如果还有那些保安在这拦路的话，他实在不让我过的话，你在后面替我打掩护。对对对，你先出去，分道行事。我从后面出来。哎，你谁啊？我啊，是路人啊。路人？哎，怎么回事啊，小哥哥？哎呀，我们村啊，刚刚啊丢失了一个小孩。就是小孩？是啊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，宝宝，你放心，妈妈以后啊，寸步不离的，看着你，我绝对不会让坏人把你抢走的。那也没说什么人干的。哎呀，是没说清楚啊。哦，那就对了，但是啊，你也不应该拦我呀，是不是？家属都说了，任何可疑人呐，都不要放过去。我有什么可疑啊？我就是碰巧抱了个孩子经过了你们村，也碰巧你们村就发生了这种事情，你怎么就不让我过去呢？那我们村丢了是一个小孩，你抱着也是一个小孩，这个孩子可是我的爱情结晶呢。哎呀，大哥，俗话都说规定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你看看我的孩子现在啊高烧不退啊，现在昏迷不醒了，是不是好烫？是有一点，但是你还是等一下吧，等那家属过来确认之后，我再放你过去。哎呀，不能够等啊，这人命关天的事情怎么能等呢？哎呀，保安怎么来一个人呢？哎呀，大哥，你来给我评评理了。这个保安啊，硬说他们村丢失了孩子，说逢是抱有孩子的都不能过去啊。你看看他们是不是二人村呢？啊，是啊，你们是无理取闹吧？什么叫无理取闹？哎呀，怎么随便一个人你就拦呢？就是啦。我不管啊，那些家属都说了，说什么你说是什么人干的？什么情况？哎呀，我一看你是不是保安队长啊？对呀、啊，哎呀，我一看就看出来了，果然衣服都不一样了。你来给我评评理了。刚刚这个保安说你们村丢失了孩子，又不说清楚是谁干的啊？他说逢是抱有孩子的都不让我过去，你看看我的孩子高烧不退了，他还在这里拦路呢。哎呦，这么烫，我们村什么时候丢失小孩？我怎么没收到通知啊？刚刚打电话来的。打电话？那你干嘛不打电话给？你打电话给我了吗？你好意思说啊？打也打不通。哎呀，都怪那一个不知道那是谁，那个人抱着一个小孩匆匆忙忙的把我撞，把这个手机撞得稀巴烂，昨天才买的。那你看清楚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吗？像反正穿着花衣服不
男不女吧？不男不女，就看到背景抱着小孩了。我看到，哎呦，说不定啊，就是那个不男不女的抱走了你们村的孩子。可是，哦，不是我撞你的吧？啊，肯定不是我。那个人画条灰我都认识，他没有你那么高大了。那既然没有我的什么嫌疑，那我先走了。没有嫌疑，不是他。那不行吧？哎，等家属过来再放他过去啊。哎，我叫保安了，我路人都看不过眼了。他一点嫌疑都没有，你老是拦人家，人家小孩子的病了。哎，我不管闲事，我也先出去了。那个路人，刚刚你说穿花衣服的，没有我这么高的，会不会好像是他？可是他又没背出来。对呀，啊，你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啊，刚刚他都说是路人了，而且他也没有抱孩子啊，那肯定也不是他。可是也不是我吧？哎呀，你走吧，你小孩你看都高烧成那样了，等一下他烧成傻子了，我可担当不起啊。哎呀，幸好呀，你这个保安队长来得及时啊，要不然的话你这个手上死活拦着都不让我过。这样吧，等一下我把孩子送到医院，我亲自送一枚锦旗给你，让你们村长好好的表彰表彰你。哎，这种人啊就活该他升不了队长，真的是不懂了变换啊。不给过。你是不给过。哎，我是队长啊，我说了算，必须听我的。天塌下来有我这个保安队长给你顶着，你怕什么呀？他有可疑啊。可疑什么可疑？都说，你说不是那个人的。他抱着一个小孩，那就他一个陌生人。哎呀，别啰嗦，我说不是就不是。哎呀，痛我的手。出了事你负责。保安，有没有看到我小孩？对，没看到。没看到有啊？那有没有陌生人抱着小孩出去的？有一个女的抱着一个小孩，两个，一男一女。你查一下监控给我们看一下。赶紧的。嗯，看了，看不了了。这两个人什么？你们看。哎呀，这不又是我们的孩子吗？啊，这个女人怎么那么像那个老太婆啊？不是吧？哎呀，你们怎么把她放走了？不是我放的，是他家放的。哎呀，你这个队长怎么做的？怎么升上队长了？是不是跟村长有一腿啊？你不要乱不把花园放出村了你？我们刚才打电话明明都说好了，黄金抱我小孩的不能放出去。你身为队长，你怎么放出去啊？我没听到电话呀，你找他，你打电话给他了。你这个保安队长，你渎职，我一定要告你，让你去坐牢。出去多久了？刚走没多久。哎呀，跟你去追呀。我也不知道你怎么当队长呢，要是我小孩找不回来的话，我唯你是问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你完了，你完了啊。你才完呢。到时候呢，你把你。我越想越不对劲啊，那疫情以后那个男的会不会他们是一伙的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哎呀，我还去追呀。哎呀，我这个手机啊，肯定就是那个男的后面来的那个小男孩弄的。他们是一伙，真的是岂有此理啊！我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，你赔我手机啊！快查！查！警察呀！嘿，你干嘛？哎呀，跑啊！让你跑，再跑慢一点，连你一起逃。累死我了！哎呀，看一下哪个漂亮，这个不错，把它交给刘远龙，肯定能卖好价钱。韩晴啊，出这个村。哎，这小刘怎么站着也睡着了？小刘，哎呀，你怎么站着都睡着了？我睡着了，啊！你站在这里干嘛？不对啊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刚才走到这里，感觉有一个人用袋子套住我，然后我就喊救命，他就后背我就感觉有人把我打晕了。哎，这样我查查监控看。哎呀，什么人啊？哦，有一个男的，
对呢，哎呀，我老婆，哎呀，我老婆也被他抓走了。哎呀，难怪这个厂啊，我看着那么熟悉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肯定是他觉得你老婆比我漂亮，所以他不要我。哎呀，不管那么多了，先叫那怎么办呢？先叫同事拦截住。哎呦，太狂了！喂，二牛啊，帮我拦截住，我老婆不见了，是一个男的溜走了。好，我们四处找找，记住拦截住啊，任何可疑人都不要放过啊。嗯，好好好，赶紧追！走走走。你是谁呀、啊？你好，你好，这个外国人呢、啊？萨瓦迪卡！哎呀，对呀，怎么这样子像个男的？我是女的。哎呀，肯定是外国变性的。要我过去了啊！哎呀妈呀，陌生人呐、啊，不能过去啊！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我这呢刚丢失个妇女呀、啊。哦，丢失妇女啊！对对对，哎呀，什么社会啊？丢失妇女，哎呀，不得了！哎呀，快点，先来看一下，检查一遍。哎呀，不能看啊，他得了那个麻风病啊！哎呀，还有麻风病啊？是啊，不可能吧？他会传染吗？保安，什么情况？这里来个外国人呐、啊！外国人啊，小阿迪卡。哎呀，一来就刷我的款，我跟你素不相识，刷我的款，真的是。哎呀，这是问号的意思，你好的意思。哎呦，还有这样子啊？见面刷卡的还问号啊？哎呦，太好听了。你们保安怎么回事啊？不要我过去。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不给人家过去？人家远道而来的，来我们这玩一下，我们要。显示出我们的热情好客啊，给人家留下好印象。过怎么过啊？刚才人家我们村民举报了，丢失个妇女了。丢失妇女啊？是啊，现在要检查。我怎么没收到通知啊？怎么谁又越界啊？我可是保安队长啊！你肯定是玩手机的，打电话肯定不通，每天都是你找人找不到人。你怎么说话来的？小声一点，真的是。快点，签个看一下。什么情况啊？是啊，他刚刚说我们村丢失了妇女，你怎么把她给勒住了呢？这是我姐，她得了麻风病，会转染的。麻风病啊！你想看？想看吗？可以，你看。我看不见。要不看啊？你看见了？是妇女，那我们村的吗？我没看清楚，没看清楚。哎呀，看清楚了！得了，刚刚都看清楚了。我可看清楚了，我可是保安队长啊，我说了算。赶紧走吧，走吧。哎呀，走什么走？哎呀，我说走就走。都是鬼人物，都不能放过去，又给人家走了。哎呀，麻风病啊，这种病会传染的。你不怕传染，我怕呀，我还要嫁人呢、啊，我没嫁人。反正陌生人都不能过，你放过啊，等一下你负责任跟你说。放心，我是保安队长，骗他下来，我帮你顶着，怕什么？真是，继续提高警惕啊。你继续看啊，我先去前面巡逻。队长，你没看到我老婆啊？你们在这里干的？对啊，你老婆啊？对啊。哦，是你老婆不见了？哎呀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哪里告诉我了？你还有意思说你越界啊？你告诉那个小职员，不告诉我这个队长？你有没有把我队长放在眼里啊？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不第一时间上报我这个队长？我打电话给你了，你没接啊？没接吗？二牛在这里站岗，我先通知他，然后通知你，你都不接，我又要急着找人，哪里有时间顾得那么多、哎？现在不是讨论这个时候，有没有看见人？人呐、啊，没有看到你老婆。没有，出去了两个陌生人吗？陌生人？是啊。你多什么嘴呀、啊？我说没有就是没有咯。一个外国人加一个套着袋子套着，看不到那个脸。外国人，对呀，监控你们看一下。他一来就说刷我的卡哦，那个外国人认不认识？你看一下，你刚才查监控的是？哎呦，那个衣服跟做我老婆的那个人穿的一样。哎呀，是不是戴了假发来了？啊，他声音也像男的哦。哎、对，我以为是外国人呢、啊，这么长头发呢。哎呀，完了、啊，我老婆都被你们放走了，那个坏人啊。都溜走了，怎么办呢？现在，哎呀，完了！那个蛇皮袋勒的那个，正是你老婆啊！对呀、啊，你们怎么放过去的？哎呀，那个外国人他说他是他姐生那种麻风病，结果
麻风病也不会突然从我们村出来，又不是熟悉的人。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哪里还有麻风病啊？人家说什么你能都信啊？你也是身为保安队长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啊？是啊，你们不知道要开检查看一下吗？我料了，我看了。看个屁啊，我刚刚看监控了，亮的时候，哎呀，你这样了，那我你真的是没用啊！你怎么做保安队长的？头发长见识短，真的是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老婆找不来，不回来，我问你是不？哎呀，还顶撞我，改天我敲你鱿鱼，还真的是。哎呀，你也是保安队长，哎呀，赶快去报警吧！你给我一面对，回来再处理你啊！身为队长一点警惕性没有，还叫我不要拦？哎呀，回来找你孙子！哎呀，哎呀！找我算账，我还要你算账吗？哎呀，此地不宜久留啊，我走啊。小燕，小燕，哎呦，小燕，哎，你好。你好。你这是干嘛呀？哎呀，这是山猪啊。山猪啊？是啊。哦哟，我们这也有山猪啊！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山猪呢。我醉了，两个山头啊。给我看看好不好？不能看，不能看，不能看。要不我拍个照嘛，我留念一下。有什么好拍的？一个山猪而已嘛，哎、没，又不是没见过。就是没见过啊。对了，那你有没有见我同事啊？同事？哦，我同事怎么样呢？就像跟我差不多高大，然后跟我穿着保安衣服的。他说去上面方便，叫我在那里等他，等那么久都不见他，现在喊喽。没听到应啊。哦，像你穿一样的衣服了。嗯，刚才好像隐隐看见，还是往前面走了。往前面走了。是啊。哦，那谢谢啊，我要赶紧跟他会合了，我们还要值班呢。美女啊，哎呀，是这样的，这个山猪啊实在太重了，要不你帮我抬一下，我车啊就在前面，帮你抬一下。哎呀，放心了，我没力气，我不干那种事情的，我一个女孩子手无寸铁之力，再说我都不会做那种无用功的。我知道无功不受禄。哎呀，就帮我帮了一个忙。真的？是啊，这几百块给你了，算我的工钱了。是啊。没问题，来我有的是力气。举手之劳啊。啊，谢谢啊，反正我也去那边啊。啊，哎呦，哎呀，是不是很重？哎呦，哎呦，一个死山猪啊。哎呦，太重了，怎么跟我们人一样的一样手一样脚啊。哎呀，这死鬼呀，是个方便这么久啊。哎呀，到了没有啊，我顶不住了。啊，对这里。哎呦哎呦，你们还有人接应啊。是啊。这是你同伙啊。什么叫同伙？感觉像我们人贩子一样。不是不好意思啊，那我已经帮你抬到这里了，我就赶紧去找我同事了。行，他就在前面。应该就是了。哦，谢谢啊。哦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我走了啊，美女，谢谢啊。嘿嘿，哎，你去方便一下，搞了这一条货啊。是啊，给你看一下。哎呀，肥嫩嫩的。哎，估计啊，值100多万呢，看见没有？哎呦，懂啊，你也敢抓呀？用老毛病给我试一下。要有钱了，什么货色没有啊？现在我们赚钱要紧。哎，行，今天晚上有空跟独眼龙交代了。哎呀，那行了，弄来上车。那赶紧走吧，等下那个保安退回来了就完蛋了。行，哎，你扶我上。哎，放下，来。哎呀，带好啊！走。我们在山上打了一头山猪。对，山猪。对呀，现在赶紧回去把它宰了。现在什么时候了，还有山猪？真的是。哎，你不懂，你是不是偷什么东西了？你们看，还在动啊！看，还在垂直挣扎，是不是偷我们村的狗了？给你打开看看。哎呀，都说是山猪了，等一下你打开的话，那山猪跑了。跑你赔我们呢？你赔我们几千块钱呢？要是我们家谁的狗丢失了，找我麻烦，那怎么办？哎呀，狗有这么大的吗？就是啊，我哪里知道啊？有大狼狗，那账号啊更大了。狗有那么壮吗？哎呀，真的是。不行，打开看看。那个狗啊，一抓它就会汪汪叫。你以为啊？我不管，你不打开，我就不给过去。要打你就自己打，等下咬到你，我们不负责啊。就是啊。嘿嘿，队长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哎呀，他们说
穿了一条山猪啊，我怀疑不是，你看动来动去的。你们这个保安太不懂事了！哎呀，是山猪，而且、啊、他们是我朋友。是啊，朋友。刚认识不久的，也是朋友啊。你不会串通好，跟他们一起偷着我们什么东西吧？说了什么话？我可是队长啊！你竟然敢污蔑我！他们是真的是山猪在后山抓到的，还是我帮他们？是不是啊？啊不是，没有没有。哪里有山猪？不能说我要了你的钱了，不然说我是贿赂的，不然的话我饭碗都不保哦。知道没有？明白明白、哦。赶紧放他们过去，我可以用我的职位来担保，这个是山猪。万一是别的什么东西怎么办？能有什么东西？你竟敢忤逆我啊！我是队长还是你是队长啊？你看你竟然敢不听我啦！哎，美女队长，你看你一个下属都敢顶撞你，你这个保安队长啊，当的也。太窝囊了，哎呀、哦、他太不懂事了，我改天呢叫村长把他炒了。我告诉你，哎呦哎呦哎呦，你印堂发黑呀、啊、你小心点啊。哎呀，印堂发黑呀、啊、傻、哎、你还会看这个啊？哎呀，我会看啊、等一下，我不跟你那么近了，我先走了、啊、今天你要把他炒了，不炒的话你可能有事情啊。哦，那你们赶紧走吧。好好好，我先走了、哎、不能让他们过去啊，队长。怎么不能啊？我说拦就拦，天塌下来有我这个保安队长去顶着。行了行了，怕什么？哎呀，你今天敢顶撞我啊！你给我记住了啊！你晚上啊，把那个枕头垫高一点，小心你的饭碗你不保了，我告诉你。哎呀，出了事，我看是谁的饭碗不保。哎呀，不跟你吵那么多了。那个小燕呢？什么情况啊？你没见他？哎呀，他跟你去巡逻，我怎么知道什么情况？他说去方便一下，我找了几个山头都没找到他，是不是去偷懒了？你带他去哪里偷懒了？现在都快下班时间了，他是不是早退了？不是的，小心我吵了他，你给我看好一点啊。行了行了，我继续去找一下，看要不我去他们家找吧，找不到他、那你去找吧，我再去站岗。集中精神啊。行了行了，我们村再丢失那些猪啊猫啊狗啊，问你十万，刚刚那个可能就是狗啊，我告诉你。哎呀，山猪的，他抓了那些山猪也好，不然的话那些山猪总是偷吃我们家的木薯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赶紧去找小燕吧。好，好了。哎呀，保安、干嘛？没有看到我老婆啊？没有啊，回头下班几个钟了还不见回家呢。哎呀，队长带他去巡逻，我哪里知道他们巡逻到哪里去。哎呀，我以为他回家啦，去你家，你又说没见他回家，什么情况啊？不可能啊！哦，什么？今天中午，两个人推着一个倒车，那袋子里面动来动去的。啊，你说那两个人呐、啊？是啊。麻烦了，不会那两个是坏人啊？因为他们刚好也是在那个小燕说方便的那个山头上面发现的。哟、哎，你不是说认识他吗？哎，其实我也是在山上认识的。哎呀，你们可能是一伙的。完了，是不是被抓走了？哎、他跟你坏人合伙了，可能。我不要社考喷枪啊！快给看看监控啊！那个袋子我还以为是狗呢，动来动去的。哎、狗也不见狗掉。他说是山猪。哎呀，现在社会还有山猪啊？就是啊，没有吗？现在就是山上都没有这种山猪的。哎、你仔细看那监控。哎呀，就哪像是山猪啊？就是人在里面呢、啊，动来动去的。哎呀，那里有个洞，哎呦，鞋子哎，哎呦，那他穿鞋子是你老婆吗？肯定是啊，哎呀，你们怎么干呢？你这个队长，你完蛋了，我告诉你，哎、呀队长放走的，不关我的事啊。我老婆也被抓走了，你们真的是保安有什么用啊？我都说要打开看一下了，哎、呀队长说认识他们，然后就放走了，认识他们，他完蛋了。哎呀，你这个保安怎么当上队长呢？我看他走后门的、哎，肯定是走后门的。对对对，你可以走后门，我凭实力进来啊！你平时实力放走坏人，以后啊，等我来做保安队长。哼！哎呀，你们两个保安也是啊！哎呀，都说有怀疑，你干嘛要放人家过去啊？都是保安一向平安，你们怎么保呢？他说要放过去啊，放过去有可疑，就要拦住啊，就检查啊。哎呀，他说我要听他命令。哎，不要再吵了，再吵你老婆都没有了。哎呀，眼下之际，去赶紧去追吧，然后赶紧去报案，马上一边追一边报警。如果找不回来，找你们算账，跟你说。我还等着你来找我算账啊！我开溜了，我工资都不要了，那个责任太重大了。